行啊，所以说就是天时不一样，那个老子跟那谁跟那个孔子他是一个天时的，但是他俩得到的境界不一样。老子去找道啊，那个孔子去找老子去见证，看看我得的是不是真的。那么啊，老子不就告诉他，给他讲法了吗？讲法就告诉，确实天下人人都有份，人人都是从宇宙而来的，我们的家园是大慈大悲大自在的家园，我们都从那儿来。那宇宙的天使它自然的是不是就要从人类，从人类，这个人类它不是先天大道变现。你看二百那个二百六十则多心经里不告，它是不多不少不增不减。为什么说它这里头是它是不生的无可的，他那里头没有生可自化的念头的市场。我们是从后天的大市场而来的，后天大市场它是生可自化，所以我们的世界就是对立的世界，善恶的世界，家庭对立，自身对立，我们每一个人办事情跟对方过不去，甚至恨自己。你看恨自己都等于恨父母，恨父母就等于恨祖宗，恨祖宗就等于恨老天，你说他罪过有多大啊？恨儿女不好还是恨自己，儿女是你生的是不是，恨你自己还等于恨父母。老三人明白这个理，所以谁也不恨，把人作证，父母的账码换完啊，连儿孙都领在刀上，把人作证，这才能够个人字儿。你把人作证了，老三人做的是不可思议啊！啊，老三人家一家翻，是不是？人人做到，谁做到谁家翻啊！就像我上午讲那个崔英老人也是哈，看看崔英老人怎么，人家一生富豪不念，家人到现在没有一个知道父母能是到底干啥，就是领。对媳妇儿从来没有说是管应该怎么干，他不管啊。潘金芬老婆我咋干他就咋干啊。二媳妇儿他的心不刺猬，他跟这个潘金芬大媳妇啊就是心不一样。潘金芬是千户的儿子，二媳妇儿啊，他这个二媳妇呢就是金仓，是崔英老人的儿媳妇儿啊。他说就这样哈、啊，他们那个媳妇儿的心都不一样。崔英老人没走之前的时候，她老公死了。你看崔英呢，到她家过那日子那么苦，完了崔英呢，一天到晚的默默的做，从不抱一生怨言和苦啊。老公我心疼她啊，你说俺们家哪辈子起这么个德，赖这么个好媳妇儿，所以她呀生前死后的帮助崔英呢，扶持这些孩子。你看，家里有一个人正干。你这一家人忙活都不白忙活，都有功德，家里又没有一个人作证呢，我们这一家人呢、啊都是劳而无功啊，死了都不瞑目啊。你看就不一样，崔英老人把人作证了，你看老公死了玉子是这种啊。你看江牛又说从来没听说让我爷念佛呀，是怎么的不知道啊啊，你老公啊要走的时候在外面告诉他们崔英还不在家，早早被老公公的衣服都做好。因为崔英他有啊，他有三个走啊，走里三个啊，走里三个崔英，走里三个呢，他们就送了老公公老婆婆嘛，是不是送老公老婆婆。你看他那两个哈走里吧，一家都有钱啊，他那个小婶子家里头没有儿女，家有钱，大鱼大肉的啊。崔英老人呢为了成全他那个小婶子，别人一说，别人说什么，他那小婶子长丈夫常年在外边经商不回来啊，他自己一人孤苦伶仃在家，但他那小婶子心特别刁刁慢啊，但是有时候也能给啊崔英老人送点，那都是有闲。但崔英老人感恩的恩呢，送一口也感恩呢，人在有难的是一分钱啊都能给你解难，没有难的时候你给送多少钱都没有用，是不是？所以师父告诉我们，人活在世上不急上带花，
但是也有难的时候，吃这顿没那顿帮帮忙，是不是帮帮他。但是老三人告诉我们，救人救永恒，不救一时。我们现在救人就救一时，心疼我的父母，心疼我的妹妹，心疼我的弟弟都死里去了，那你问问他有没有衣服穿，有没有饭吃，你还祝他造业，他没有那么大的福报，是不是？你还给他攒替身，是不是？老三人就不这样，是吧？你有衣服穿，有饭吃，就不管你啊，换点做，甚至教你干啥，教你好好做人转命，是不是？那杰森是你妹妹，赖斯她又是谁的妹妹了？就不是你的了。杰森是你的母亲，赖斯上别人家去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就是不给你破因果而已，要破因果我们在座的一个一个人都能掏啥，是不是？从一里生出个大千世界嘛，是不是？就比如说像那个啊，从无极里头啊生出了混沌，混沌就是后天的宇宙变现的人类。我们的人类是谁生的？是伏羲和女娲生的，他俩是一体，最后是啊，最后他俩是在无极生混沌，混沌生太极，太极生思想啊。那个什么，那是伏羲和女娲，就是我们的父母，他就是开天辟地的啊，一样造出人类，那不是一个吗？我们自身都有阴阳啊，但是他两个是两个阴阳缘到一定平衡的时候，他俩造个大千世界。那我们的家福不也是爷爷奶奶造这一棵大树，繁殖我们到现在多少辈了，连死的也活的也很多了。那么我们把这个天下的一家一家合起来，就是天地的一棵大树啊。所以老三人明白这个理了，所以要爱天下每个人啊！你爱天下每个人，大悲心就出来了，要知道这个真理，是不是？所以崔英老人就是你看在做，就是他做呀，他的老公就扶着他，帮助他扶着这些孩子，你看都不败。崔英做到这块的一家人跟结果，你看一印作真，全家结果，是不是？所以那个老公公啊就告诉你邻居说，明天呢我要走人了。因为江牛他那个爷爷特别爱那个爱开玩笑啊，人家说别听他的啊，他走什么走，好好的没有病。那你看人家们像我们现在敲锣打鼓连个人还没做到，惊天动地的成天在那高，可像那么回事儿，结果什么都不是啊，什么都不是。你看崔英老公也怎么找的，于是是自找了，崔英还不在家啊，告诉家人明天啊上午洗碗，一上午下午了吃完饭就告诉家人烧点水我洗洗身的。说你洗身的干什么？洗洗澡呗啊，洗完了自己穿不穿吧，往八点一躺没气儿，哎就走人了。你看崔英老人不告诉他的儿子就说呀，是吧，将就将嘛。崔英老人不就告诉他，我们家里老祖宗上净土多少尊呢，就崔英老人这一夜就这么默默地做。为什么三人呢？崔英和三人是一里，就在家凉不管，就是凉不管啊。你看他大嫂啊潘金芬得病了最后给炕上躺的，因为他母亲活的时候爱切我的孩子，他不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都是潘金芬他大嫂爱，是切我的大儿媳妇爱他这些孩子。说江牛啊小钱好吃，一点老糟全都催老人分母给切我孩子吃，好穿的也给切我。所以潘金芬也想不通，就是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哈？潘金芬心疼都流泪呀 啊他都可怜呐，都流泪呀，就能不明白他老婆婆到底怎么事。你老婆婆从来不讲做善做人，就是凉啊啊，他们都觉得这老婆婆怪怪的啊。结果最后你看你这老婆婆就是啊啊，等到潘金芬不幸的时候，在康堂的时候，那个谁那个
江流就着急了，说嫂子呀，你呀，你我听人说人死念佛能往生啊，你是不得念佛呀？他就说我不念呐、啊，怎么也不是咱妈生的，咱妈也不会来接我的。你说要明白这个理，他能这么说吗？村里老人从来不给他们说这些话，啊、嗯，啊，江流就着急，他说你要知道，你要是不往生啊，我心里很内疚的，你生过我母亲来爱我呀，你说你不念佛不对呀，就给他急的给地下自崩，那小他小啊，他也不懂嘛，他就自崩，完他大嫂说不念，因为咱对这些东西不明不知不没有啊、嗯、不知道。那么后来呢，有一天晚上，那有一天呢，村里老人穿了大僧的衣服袈裟啊，到他那潘家坟上就看到了啊，写香，那师傅告诉我，佛没有香，凡是有香缺是墨，看到就是墨。他说佛能写香怎么写？藏溜之草，一根之草，甚至那这朵花能编个藏溜结神让你看，刹那间，就是这才就比较是真的了。但是他说你看到那些东西，你一概不要信，那都假的。为什么说假的？墨会千变万化，你不上当吗？所以老三人告诉我，就听话，做人纳德是真的，不要弄那些无形啊众生啊，迷惑那些境界，迷惑众生啊，不要迷惑了。有的人一整做个梦觉得奇迹，那梦又能怎么样，人都没做到，你心里乱七八糟，干脆刚的一捅，你能做个什么好梦啊？能灵什么呀？有的人说我做的梦可灵了，嗯，灵灵啥呀？是不是？不要迷那些，就是做人，做没做，做了知不知道？不知道，知道也不知道，是也不是，墨他就没咒念，墨就自退了。啊，你看有的人做梦净做啥，净做啥哈，我妈我奶奶，你说多会那啥，那个大仙仙汤顶不是净往高上冲啊，阿弥陀佛来做的，观世音来做的，太上老君来做的，那不都是红黄柏柳冒充的吗？那太上老君那么不值钱，人都得到了，都知道人生了，人家上你店点来做呢？啊？俺们家的阿弥陀佛太灵了，你说这愚痴的人迷不迷呀、啊？啊，你的心不生，人没做到，你能感到阿弥陀佛到你家呀？是不是？阿弥陀佛那么不值钱呐、啊！你烧香，你烧香来了就坐在你殿上，坐在你汤的顶上。观世音，看俺们家的观世音，你自私的后天仙，佛菩萨都成你的了。俺们家的观世音可灵了，撒甘露水一撒，喝了就灵。天下这么多有难的，咱们给他喝呢，叫他好呢，我就能较真儿，是不是？不做人能灵啊？别听他冒充了，那都是胡黄波流，往大的上冒充啊！你终生不迷吗？迷惑颠倒，我就迷惑你，是不是？全真的没有啊！我告诉你，真的阿弥陀佛就一个，真的观音就一个，真的师父就一个，老子就一个，孔子就一个，啊。是我们的表率，你学谁做神，那你就是神。要除了第二个，不邪知邪见邪法呀，是不是？一定要真干，可别听那些上当、耗点心的东西，绝对不能信。莫千变万化啊，他可会说了，都接着人的口说，眼珠当正亮的说吹呀，是不是？这太可怕、做人确实是真的，是不是？你看江流最后的说，村里老人点点滴滴做到了，家人啊，人家都得到成见。那他大嫂
啊，他说他就根本不懂什么叫念佛，但是你大嫂做到了啊，春英老人或者说跟春英老般配的这个家庭做这块德，不可思议啊，人家不可思议。春英老人临走时表一段法，什么法？21天不吃不喝，7天给大媳妇洗洗涮涮，他往那一定，大媳妇给梳头洗脸换衣服，7天，二媳妇给洗7天，啊，二媳妇洗的时候是跪的洗，为什么跪的洗呀？她自己啊，自己不知不觉就跪那。完了，大媳妇说：“你怎么跪的呢？我瞅你都不得劲，你能不能坐的呀？你也不是够不着啊。”她说：“我也不知道，到她跟前就想跪的，就跪的得劲儿。为什么？人没做到，有罪。”啊。伺候老人7天，为什么给大家表法？伺候老人给你修业，你不伺候老人，你业怎么消，德怎么减，是不是？表的这个法，春英老人您知道潘金芬死后能成佛，差那一点人给弥补上，啊，儿媳妇到什么程度也知道，受果报。啊！但是他不想让他受果报，必定也在这个家庭里也跟着受苦了，是不是？春英老人让他，啊，7天让他给洗洗涮涮，给他修一夜，最后他得的半身不遂，啊，半身不遂，最后好了好了，得的病又死了。但是他那个二媳妇死的时候，那讲究不讲啊，他转阴道。这是春英老人做的快德，他有这么个好婆婆接管，他要换一个婆婆呢，他死了下地狱受果报，人没做到，心不善良，啊，他心不善良。你看他那跟着春英接管了宵夜了，死后走阴道，转到一个辽宁那个辽宁那个是什么什么修业县，是什么山沟里头，那地方可穷了，转到一个贫穷家呀。那将军去看了，说穷的不得了啊，比他家还穷啊，受我报，受贫穷报，不做人吗？一样的人，一样的婆婆带的媳妇儿，心呐、啊，大家听着听好，回家看看你能不能做到，不做到就跟他二嫂一样的下场，是不是？想好就得正干。不是说是你能有没有资格，我们人人都有资格啊，猫狗都能往生，你说我们人没有往生的资格吗？那就看你做不做呢，他们怎么能往生？他们业报收完了吗？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潘金芬人就不是，人就成佛了，品位可高了，是不是？那最后人家看将军就说，嫂子呀，你念佛不念啊，不念，我不知道，咱妈也不会接我，我也不是咱妈生的。最后你看春英老人哈，穿着袈裟到这块来啊，到这块来呀、啊、就跟这个那、潘就说潘金芬，他穿的大僧啊袈裟，你再说潘金芬给我听的，去掉疑惑心，一心念佛，到时我来接没有。完了就没了。等到最后人呢，潘金芬啊就给啊扛上糖起不来呀，他就默念阿弥陀佛。可是呢，江流也不知道，江流急的眼看到嫂要死了，可地崩，嫂子呀，你不念佛，你对不，我对不起你呀，我要不把你送到净土去呀，我这辈子怎么还你？好比我的母亲呐、啊，你爱我呀，你可怜我，你同情我。他妈不给他吃的，他嫂子全把好的吃的都偷给江牛吃，他大嫂，所以他心里头那他大嫂比母亲还好，他喜欢他大嫂啊、嗯，就这样，春英老人给他自己养的孩子全都是给他压力，不可怜，大家要知道，给他压力不可怜，正是给儿女秀业，我们爱儿女给穿好吃好，正是害他，害死他了，啊、嗯，害死他了。我们不会做人吗？这就叫大道颠倒颠，跟世界是不一样的啊！要不师父说的话我听不懂，我说你说的话我也听不懂啊。他就说，我说东边啊，你上西边去悟去。
我说南边人，你上北边去悟去。我那怎么悟呀？到时就会悟了。你说他说的话你能听懂吗？我讲的课你们也听不懂，但是在你听懂的时候了，你就会做人了，会做人了，你家就好了。因为师父当时就是这么颠倒我的，里外颠倒，是不是？那么最后你看潘金凡掏的念佛，阿弥陀经里头不有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大家天天背，背的滚瓜烂熟也不会用，是不是？那里告诉你，不是你成年博位的念佛，人不做念佛有用吗？师父说念佛后老也枉言，没资料，是不是？你看看哈，你真把人做到了，有德有资料，等到你临命终时念一天阿弥陀佛就走人。表法念七天走人了，往生，往生的面相不可思议呀、啊，比活的还好看，品位很高。你看，人家也没成天说怎么去孝顺婆婆，自然的就自然的催人带他五轮的张马换完了，去做做完。儿媳妇为什么那样不做？心里有看法，由我接，说最后他的下场是那样的，是不是？那心不一样，那潘金芬喜欢人家心慈悲，所以可怜老人，但对老人不了解，但是做心到位，心到位就是资粮。你说这做佛怎么得？这做佛难吗？什么都不知道能成佛，什么都知道没成佛，你说可怜不可怜？就是这个心必须要正干，不能搞得心啊、嗯，一心不可二用，玩耍，最后耍你自己，耍不到别人啊、嗯。你觉得你会耍呀？你再会耍呀，耍不过因果呀，谁能耍过因果呀？你看师父打比方说，三朝的法王我们都逃不出去，为什么逃不出去？天给我们星，地给命，地给怎么样？我们自己造的业和星啊，和那业力扭在一起，叫什么？就叫啊鬼。那么还有的人现在就叫呢，就叫啊叫什么？叫啊叫阿拉屎，又有叫阿拉屎的啊。我们土包的人就叫鬼啊，就是还有叫中阴身。你看实际都是这个鬼，我们人觉悟就是一尊佛，不觉悟就是个鬼，就这么简单啊、嗯。所以父母给个身，你看我们这一百来斤是不是个宝？师父说这一百来斤是个宝啊，可惜人不会用啊，啊，要搞得生气生火、争贪骄咬、勾秉性啊，几天就给断送他的性命了。他如果你要会做人，会保护他，他是个宝。我什么宝？他能成圣啊，能成仙呐、啊，能成佛呀、啊？你说他不是宝吗？可惜你不会做人呐、啊，断了他的慧命啊，是你自己呀。我们每个人断的慧命，断自己的慧命是自己不会做人吗？老三人就明白，啊，我们这个人应该怎么去做？他为什么要挨到极点把人做真呢？人家要蹭生蹭仙，三人最后把孔子的愿全都做完。孔子的愿让天下人人人都爱，是不是？有能耐去驮那个没能耐没人接收的愿，还有呢法律给愿什么天下啊要多办一些安老坏少，他也没成功。那么最后让谁？让这个啊三人，他听讲三书明白了，他全给做完，甚至也达到最高的境界，是不是？最高的境界会净土了。三人走不可思议呀！人家走的时候，三人走怎么走的？啊，西方三圣来接引，吹的那个吹的就是那个吹的号啊，吹的喇叭来接的。
当时死下的跟前很多的人，啊，因为三人活的时候很喜欢乐器，钢琴了，提琴了，高兴嘛，乐嘛，乐一乐，天堂有桌，游一游，地狱无门也钻了去了。地狱没有门也往里钻，我们现在又不是啊，争吵，地狱门门硬往里钻，那你家庭嘛，争嘛，最后都气死了，不钻地狱得钻哪里去了，是不是？你说有的人说我听不懂听不懂，回家天天乐天天乐，就自个乐，乐来乐去自个就把自个乐明白，啊，所以老三人呢真是不可思议，他就做到这些，他把孔子的冤全完成完自己，最后还有一个冤是什么，在那个天使那么苦，他要打到啊，把我们人间打到大同世界，大同世界还没有实现，那么我们就应该接着做了，是不是？我们听明白回家，人人都去做了，是不是？三人给我们打这部梯子，这部梯子我们几样做，我们家家都翻家，家家都翻，家家不就好吗？家家好，社会好，大同世界不就在眼前吗？啊，对。所以这一版的节性息深，老三人说性不清有私啊，就是有秉性，心不静有私欲，身不增有色耗，色耗就是吃喝嫖赌，那么性要清，心要静，身子要增，这叫什么？三位一体，欲知四字走人，你看天天做人乐呵了吗？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这一版的节不是一个人组成的啊，宇宙给我们的，为什么那个《弟子规》里有一句话叫什么？孝感动天，是不是？为什么说孝感动天呢？因为我们是宇宙变现的，良心账。就像我刚才说的，有的人说俺们都学阿弥陀佛了，俺们怎么还又交给老天了？还是学那玩意儿，还交老天了？啊，俺这说俺们都学阿弥陀佛了，还交心交老天。啊，怎么还要学开道家的东西了？怎么又学开儒家的东西了？人都没做到，告诉你，道和儒是做人的基础。孔子那天就知道，和老子就知道，人必须做人，必须按照伦理道德去做人。家里得有五伦，以前没有，以前就像畜生一样，不把理论来论，是不是？现在你看亲属和亲属结婚很少，没有了，过去两姨嘎亲，姑舅嘎亲，甚至卧配，那是没有百家姓的时候就这样，那他没有伦理呀，没有教育，不懂啊，是不是？那么我们有百家姓了，有伦理了，因一理之心了，按照五伦去做了，那么我们现在一点一点一点的啊，就明白人生绝对不能亲戚和亲戚，姊妹和姊妹做夫妻，这不就没有吗？现在很少这样的事情，在旧社会很多啊，啊，他都是有冤的啊，一家人也有冤，也有夫妻相，可是不能这样啊，那就是不把理来论，我们的家庭就不会命正燕顺，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归在道上来，按照五论去走。那么啊，这个天使老子都知道，啊，老子都知道。那老子那前到那个孔子去找老子，要问问哈，这个人有自信啊，是不是人人都应该？哎呀，那时候的国家呀，互相残杀，啊，互相残杀。有一个国家下来圣旨，下来圣旨给那个国王啊，啊，说是啊，他这个国王的大臣呢特别孝顺，啊。爱天下众生，接到一个圣旨给他国王送回来，送回来就说了，说那个殿下呀怎么的了，说呀南南国王给他送来圣旨了，干什么呢？说五家国王要吞掉一家，六个国王嘛要吞掉一家嘛。那人家的殿下听完，那个国王听完了就像没听着一样，嗯，玩小鸟，在那玩鸟，在笼里头玩鸟啊，转圈怎么玩鸟？大臣一看，他也没当回事儿啊。大臣心里想，这是血祸纷争啊，人命啊，
关到一命啊，就是关到一命哈，大雁哈的这一个国全完了，是不是？所以说啊，这大臣心里疼得直蹦。后来没招了，他就说：“国王啊，这个升职很可怕呀。”说怎么的？说咱呢要五家啊，国王啊合起来五家要去吞掉那个谁谁谁的国王。人家国王说了：“咱不去，咱不去打，到时候人家打仗没人帮咱呢。”这大臣一听太残忍了，咱也不能打仗。你看这个大臣都知道，一棵小草都是性命，都有自信啊。就是你没有真正的开悟，你真正的开悟，你跟这小草都能对话啊，他都能对话，他都能说话啊。他的你看大臣那么刺猬，但那国王说我们不能不知啊，不知不兴啊，必须知兴啊，要不知兴别啊，将来这五个国家要是吞掉我们的国家，没人帮我们，你说将来我们不就完了。人活在世上都是自私啊，就为自己想啊，就这样。这大臣一听说那我有招，说那你有啥招啊？说我去请高人来帮忙。高人是谁啊？大德人、觉悟人。他那大德人觉悟啊特别有道啊啊，那个他去求那大德人，大德人告诉我不语，一句话不说啊，一搞那随笔字夸夸写，写完了往地一甩给那大臣看，大臣一看需要什么，需要飞檐走壁的保镖，许愿啊你的国王那个升职和大印，升职倍量，还得有骆驼，那各个国王走一年走不完呢，是不是？就开始走沙漠地带啊，那都是引渡嘛，沙漠地带。完最后人国王说好，那你就能做到，那你去做去。他就不想让这些五个国家吞掉这一个小国啊，所以说那时候就这个大臣呢、啊、就不想让他吞掉这个小国呀。他说我们最后孔子和老子就知道什么，就知道将来吞掉这些国家就是我们的家眷啊，所以秦始皇同意了。秦始皇同意了我们的这个降服啊，人不做你能降他服？我们的家眷全都是战争打仗和那时候的。现在我们还是你孝顺儿女，你家门庭孝顺感召了的孝顺的儿女，你家门庭是忤逆子啊，不会做人赶来的都是土匪的儿女，你怨谁呀？这因地感召，这真是因地感召啊，就是我们互相猜杀，这是真的，这就是因果啊，天理自然的循环，因果报啊。所以孔子那下就懂，老子也懂，是不是？所以就要求人，我们要善待每一个人，没做到。但现在我们再不做人，我们的家眷还是那样。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江山是谁打的？他的血迹，吃皮带，吃棉花，吃草根，江山打下。我们现在跟着相扶完了还勾心斗角，老人攒的那点棍儿那点东西你捞不着都得死了，那那些人又怎么办？我们打江山，你们跟着相扶，狼不能让你太平的相扶，是不是？良心何在？所以师父说要想天下太平，首先必须做人，家庭好，社会好，人做尊，物性增生，自然安定才能好、师父说物性增生厉害，有性的不厉害，你跟他过不去远离呗，不行你能远离呀、啊、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都得有一汽车都拉不完的因果在身上带着，但他不再有空间呢，他要是搞香来分哈，一个命一个香，一个命一个香啊，那我告诉你一汽车拉不完，全是你造的，一个人生二十四十二生骨头都成山，你说你造了多少业，是不是？造多少业呀、所以说这里头啊，好好做人吧，家庭的门庭就清了，儿孙呢就顺顺了，一定要做责任。所以要知道，第一个要知道，我们这一百的节儿不是一部分组成的，
是不是？天给我们星，我们要感天地的恩，堆起天地，啊，父母给身，我们要堆起父母给我啊，祖宗给我们的血脉相传，是不是？所以说命是我们自己造化的，啊，它是三界组成的。所以师父说，人不用大智慧，不会做人，谁也跳不出三界外。天地人叫三界，头死在三界里，最后的结局下地狱。什么叫三界？你看看，我说什么叫三界？跳不出三界外呀？师父说呀，那《西游记》不演给你看了吗？孙悟空是最能的，他也没跳出三界外呀，是不是？啊，那观音没引出来啊，没降服了他，最后如来佛不给他降服住了。为什么如来佛呢？啊，观世音菩萨他还差一个正念不到位，是不是？那么如来佛是表的是什么法？圆满法啊，圆满法就真知正见，掌握在手，大智慧，是不是？那最后那如来佛那好吧，好的嘛，观音给送去了，说我降服不了这个妖猴了，到时候你看看吧。观音告诉那个佛祖告诉印呐，实际《西游记》师父说是修行人写的一部经，密人看了看故事了，觉悟人看了是一块道。你看师父跟我讲啊，他说你看阿弥陀那个啊，如来佛就说了，你有多大的本事啊？他说我，他不把那个啊玉皇大帝给你闹翻了，大闹天空了吗？是不是给你闹翻了？他就说我有十万八千里的能为，你能卡到哪去啊？他说卡十万八千里。那如来佛说，那你就卡吧，卡给我看看。他就卡啊，他这一卡一根都卡了十万八千里，回来问你卡哪，卡到天边，什么记号？他就说啊，撒了一泼尿。你看如来佛把手一伸，你没离开我手掌啊，还在他手心，什么意思？就意思哈，如来佛他是掌握一个宇宙自信啊，大慈大悲，他才多点儿啊。三界叫什么？天地人三十三天，我们小白人啊，我这小蜜人不会做人呢，我们连三十三天都捞不着，到哪去了？上地狱受过吧。其实地狱就叫个地狱，也是起个名，是不是？阿弥陀佛叫个名，也是起个名，地狱也叫个名，是我们自己造的业，自己设下了一个罪过的过程地方。谁给你安排那个地方？没有人安排，自然驯化，自个安排的，你自己给自己造了一个地狱。那你把人做这了，你哪有地狱？哪也没有，逍遥自在。你看师父活的跟我讲，他说啥？他就说了哈，怎么推转五星，乐乐呵呵了，把人做真，跳出三界外，阎王小鬼都锁不住你。我们可倒好啊，生气上火呀，小鬼就抓起来，啊，不抓起你呀，生气上火你不得病啊。生机上果就是因果，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因果就好比是什么？好比无始劫造的业，好比一个炸药包，炸药包，这因果就跟炸药包一样，但是它没有导火线啊，唯有什么都空，因果不空，人人带个炸药包，但是它没有导火线。什么是导火线？生机上果是它的导火线啊。你那老三人告不生气不生火，乐乐呵呵了，把那因果全饿死了，他找不着你呀，是吧？你生气吗？就像我昨天讲那个司仪是说的，他那儿子为什么要那么气他？他不那么气他的那个因果的炸药包怎么爆炸？他怎么死啊？他儿子不这么做他能死吗？别人有资格欺负他吗？你师父说别人还没资格呢，老三人不说认罪为止吗？你的二女能欺负你有资格？别人谁有资格上你家敢欺负你呀？你也不接收吗？你算干啥的？也不是我的骨肉，是不是几棒就给打跑了啊？这个父母还不但不打跑啊，还恨还疼，
我就叫你恨烫死在这里头，是不是？揪活揪死你，是吧？那这号人，你看这司机，我就告诉我说，欠一命嘛，怎么欠一命？五十劫不善男人把人杀了吗？是不是？那咋办？忏悔，回家忏悔，天天忏悔呀、啊，包区忏悔，给他养这么大，怎么能给他忏悔呢？天天不乐意，我是做不到位，英国也不生你呀，人家知道。最后也听明白了，这么干了，英国生了。他儿子有一天在路上突然见到他，就葬他妈呀！他妈一听，哎呀，你随意讲这玩意儿真是真的哈！你今天怎么认识我了？从那以后会叫妈了。你不相信英国吗？人家来干啥的？就让你死。啊！你就说了，你儿子，你为什么这么对他？你儿子一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看见你我就发赌啊，看见你我就赌啊。那你看他也不愿意这样，到那时候他也说了不算，这就叫因果的循环，是不是？那么最后等到他做真了，因果生了，这儿子转了，给他欢喜的。有一天呢，哎呀，他这回可知道了，人家老三人讲的都真是真的，咱就是迷人嘛，不知道嘛，无时间怎么伤害人家，来给你当儿女嘛，这不就是孔子和老子就知道嘛，我们杀谁都是杀自己，将来都给你做家眷，是不是？所以我们推不倒相，啊，推不倒相都死在相里头，啊。你看那谁师傅给我讲的西游记，是不是孙悟空代表我们身上的心，我们印度这个做心想比天高啊，是不是？那猪八戒代表我们的脾和胃，沙僧代表我们的沙感，白衣马那白龙马代表我们身上的意，唐僧代表我们身上的自信，大慈大悲，他就知道爱，妖魔鬼怪都要吃他。但是这里头大家要知道哈，人家有修行有正的人哈，有大智慧，能印出妖是人，配个眼皮他是妖呢。大家看一看西游记，西游记里九九八十一洞，洞洞都有妖精，是不是？妖精要吃，妖精都要吃唐僧肉啊。他为什么要吃唐僧肉啊？唐僧代表自信，得了唐僧的药，吃了唐僧药，我就成圣了，就成佛了，是不是？那像我小前我看着说，我想那唐僧就是个人嘛，是不是？吃他的药又能怎么样呢？那像不懂，现在师父一点破知道了，那唐僧啊，大悲心就是爱啊。那耗子告诉说呀，那个老头啊编那个是个妖精编的，他要吃你呀、啊、唐僧也不相信呢。啊，他那耗子给打死了，他说他打死老百姓了，打死众生了，给他气的哈、啊、把耗子撵走，最后他叫妖魔要给他下锅蒸他，是不是？那代表啥？就代表他的慈悲心。我们人人都有这个慈悲心，但你慈悲也得有真智慧的慈悲，没有真智慧的慈悲啊，你就妖魔把你吃了，你都不知道啊，是不是？唐僧去取经的时候，他是凡夫啊，他就一个慈悲心，他没有智慧，是不是？他往西天去的时候，他哪有智慧啊？他就是知道爱众生，啊。他没有这些龙天护法护持他，他早就妖魔鬼怪都给吃了。我这回我知道，我出来度众生啊，我怎么的？妖魔鬼怪是谁呀？全是人干的。哎，这回我可知道，配的硬屁嘛，拿的经书啊，比我们做的真呐、啊。嗯，那真是做的真呐、啊，演的特别像啊。你看，你看不透吗？这回我看透了，我知道了，搞智慧看破他。所以说，你没有大智慧，你跳不出三千万。啊，那个，我说师傅，我说那怎么跳能跳出三千万呢？师傅说，嗯，这个草包啊，还是没听懂啊。那最后打个比方。打个比方，怎么打方？就是过去吧，就现在也有人嘛，指那个奶的网，奶的网是圈的，这么一个圈，指的那个性状像小孩吃奶那个奶的哈。
完了那个河流有3米宽，长那个河流约莫那嘎有鱼来回走嘛，给它下上一刀，那个圈上一个按一个，顶上搞个钢丝，底下搞个钢丝啊，这么远下一个，这么远下一个，3米宽的河给它按那么摆几个，都给它摆上，摆上一个按一个，鱼来了一个都套不出去，都得钻到这网里。但是它5米6米搞一刀，5米6米搞一刀，你看搞3刀啊，代表3槽，是不是？那师傅说，那鱼啊再厉害也挑不出3刀法网。第一刀的鱼都是顶水游啊，游来游去，它在水里玩耍呀、啊，它也没防备前面有网呢。到跟前一看，哎呀，这个怎么还有网呢？来不及钻了去了，钻了去那奶的网上头前就像手指那么粗，那个嘴进去正好，咋得了也得了不掉，是不是？那大鱼有道行的鱼跑的老远就看了，哎呀，这个还有个网，我可不能进去，怎么办？他就准备要跳，使劲一跳，跳出第一道网。再有能耐能跳出第二道网、第三道网就跳不出去了，到了最高也跳不出去。老三人告诉我们，把人做成智慧生慈悲心嘛，大智慧，3道网很容易就跳出去了。时间人再能也挑不出三，别说3遭法网，那个家庭里一罐都卖不出去，谁能卖出去？倒死在家庭里，是不是？老三人看透了啊，第一个没有真智慧，手铐脚镣放不下。手铐脚镣是什么啊？老婆孩子这一家，是不是？这个家庭大家是什么？你看像武松看大家嘛，看上大家，大家就是个家。你看师傅那家伙在世就说，小闺女小小结婚一个，师傅说落大扛大家了，落到大家里去了啊，像囚犯一样。我们是世间人当好事，结婚啦，欢喜的够呛，俩人到一起呀、啊、就开始斗争了，这个家庭就开始斗了，多了少了，多了少了，死在这个地狱里。但是我们做人，把人做成教心化性，有大智慧，干什么？脱离手铐和大家，得会脱手铐的呀。怎么脱手铐呢？不告诉你教心化相，万缘放下，心不动，乐何坏？要什么给什么。像老三人似的，弟弟要读，叫他去读，我挣钱给你换，帮着你了业，是不是？家里没有房的地，我去挣钱给父母啊，有个安定的地方，自个房的买地，买人没有饭吃，爷爷给买5亩地。你看，够智慧呀、啊，是吧？帮助这个家呀，把这个家，我与世不争，与家不争，孝敬父母，智慧，大智慧，啊，给老婆孩子领在道上，让他会做人，啊，不在世上不争不贪。乐乐呵呵活的家庭就摆平，放下慢慢放啊！你看老三人呢，得到道了，把家人都放下，放下完以后告诉他妻子说，你们呢在家里，我呀不属于这个家里人了，我属于宇宙的了，大家的了。你看外边来的人呢，满地都死的死啊，无家可归，无家可归。那我告诉他哈，叫他们呢会转命啊，要饭的也叫他会转命啊，他就走出家门了。那他妻子不乐意和儿媳妇不乐意，为啥不乐意啊？因为家里种的地，那家种的谷子和小米，是不是特别密啊？那个庄稼特别密，小钱我也薅过。那要是连雨天呢，这一片谷子几十亩地全扔了，是不是薅不出来？那草比庄稼长得快，是不是？那他儿媳妇就说了，就连声不好听。不好听啊，就说那老公啊，他说啊，你这肚里什么人啊，地的庄稼都扔了，天天叨咕，说一些难听话。你看老三爷有智慧，三爷用真智慧啊，把这个家里手铐脚镣往下放去救大家。他去救大家，那这块德还是儿孙用。儿孙不知道啊，是不是？他知道，是不是？那么最后他说，那你既然不理解我，那我有招了。放低是我知道，
那给我倒出来吧，倒出来再放了地，给天下没有放的租的，没有地种的给他们吧，我领你们再另去置方置地，行了吧。你看媳妇儿跟老伴一声不吭，那儿媳妇吓得说，爹呀你走吧，再不用你薅了。你看看人家还不骂也不搞秉性啊，就搞大智慧。还有一回他那个啊老伴儿啊说呀，今天呢俺们真薅不完这个地了，你给家看看孩子行不行啊，今天就给家看看哈，行走吧。老三人呢用智慧嘛，两不伤了，是不是？说不行人家不乐意，说行他着急都中伤，他就想再瞎你们有饭吃还有屋子住，外面人连瞎了了也饭没有，是不是？也没有钱，连房子住都没有，无家可归，多可怜啊！你们再瞎了庄稼生两颗也够你们吃的，也饿不死啊。他心想，哎，别伤了人家了，怎么办呢？他着急，你们走吧，我给家看孩子。他把这个孩子找个破布郎的，拴了一个绳子捆在腰上，完了给这孩子捆在这个窗篓上，叫他趴到炕沿掉不了地下就行了。他就开始走人了，走在地头啊，约没媳妇跟老伴啊薅谷子薅到那头了哈。他专门走地头，走到地头，吭一声。让他儿媳妇的老伴回头一瞅，这不是你老公公吗？啊，一看，哎呀，你爹又走了，孩子愣在家里呀，这叫两不伤啊！你这是智慧吗？你说我们有智慧，我们都死在这里头，恨打还找不到你仓促，没有大智慧，你能挑出善街，家庭都挑不出去，啊，死在那家庭里。老三人就用大智慧。啊，心要清，心要静，身子要正，啊，得到的是大智慧，正知正见，啊，他这个正念能降服世间一切妖魔鬼怪呀、啊！大家要知道，要不村里老人怎么就是村里进去的苍蝇，他就能数算呢？别人要打死他就不要，他说别动，别动，可别动。他到哪去了？进去大蟒钻鸡窝里掏鸡。那他到哪去？他就说了：“给我，给我。”那小脚老太太攀一攀，搞姜馍头一扛，一边走一边数落他：“啊，你这个死僧啊，五十斤还不回家，还煮啊？你都造个什么僧的了？啊，造个这样的僧的你呀、啊，还来活活人？人家不揍死六你呀、啊？青山绿叶的，你不去修行，你专门来祸害人。”小脚拐了拐了拐，给送山放山，大蟒渡了。我们能读吗？人家为什么能读啊？人做真了，就代表天地的正气，就为天地万物来立啊，来保护，就这样。要不那个释迦牟尼佛怎么生下来几天儿啊，哪是几个时辰嘛，是几个小时的了。站起来，一手指天，一手手指地，他就说：“天上天下，我为尊。”指什么说？自信。我们人人都有，人人都能做到，人人做到都能降服世间一切苦厄，降服这一切寂寞，都能降。你说你还用不用再找人给你讲？看病看事儿，是不是？有的人呢，那家里挂那个符啊，身上揣着，肚里喝的，不也照样的鬼还在身上作怪吗？是不是？那屋里你上他屋里一看，他屋里墙上挂那个符啊，风一吹飘的飘的。我说你家挂这玩意儿干啥？香妖吗？我说你家大妖没出，小妖就不能去。大妖是什么？你心魔那个妖魔鬼怪没去，心不正，敢招这些魔鬼来。是不是心静什么都没有啊？你心没静啊，汪啊！我师父你才会说什么猫是碗的招苍蝇啊，心不静啊，你心就是你好色，色鬼在生，你家赶了一屋的色鬼，你找谁呀、啊？好酒鬼，酒鬼半夜搬了碗家去喝呀，你就听到碗家哗楞哗楞啊，你说你心不干净，酒鬼能捡干净吗？不都你自己感召？有的人喝酒告诉我，所以呀，你说我呀，我走了一宿也没找
找到这个家呀？我说你家那好色、好酒、好赌这个人，是不是？我说那你走哪去了？俺家就不远了，我就走不到头，我怎么走也没走到。太阳一出来一看，我就在俺家大门口站着。那你说是不是？我说我不告诉你了吗？你好色色鬼迷你吗？好酒酒鬼迷你吗？好名名鬼迷你吗？你都叫这些鬼把你再生了，你哪有人味儿了？是不是？你不相信吗？是吧？所以你在相信，相信真理啊！我让我们做人，就是要我们做，让我们看破世间啊，看破世间，看破人间的一切。啊，不是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知道，但是不说而已。我要说了，给你们吓一跳，还把他吓跑了，是不是？还敢给你做的听课呀？敢？敢啥敢呢？哎，鬼还到处找人给拿呢、嗯、谁给你拿？我告诉你，谁给你拿？谁说能给你拿？骗你，是不是？都是骗你。能拿下去啊？那鬼能拿下去啊？你敢找你自己解决，心静嘛，叫心化心，挣点力气不就是了吗？不管你怎么招的，都能挣点力气就没了啊，真就没了。靠别人，你今天靠，天天靠，谁总管你呀？是不是？现在世间有好多人就靠大仙儿，大仙儿说你身的东西多，他能拿得起呀？这么拿你的心还敢造？这么拿你心还敢造？是不是？你往家敢造？你是这辈子能拿完吗？拿不完，啊、嗯！他还就净是冒充的，不是你家老祖宗就谁？有人一整天问我，俺家老祖宗来找我，嗯呐，我说那都是狐黄波流来祸害你，哪来的是你家老祖宗？你家老祖宗有那俩瞎子，还把你保了，还不死了呢，是不是？他没保你家发财呢，老祖宗活着爱我们，死了怎么就不爱我们了呢？是不是？他都不保你家发财呢？别密了，全都是目的变现，就是我们心不清净。感召的，所以一定要向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弟子规？弟子规大家要知道啊。老子也是做人，也有人说怎么学开道了，怎么学开儒了，他们都是讲做人，这是在这不明白的，他的脚门，他的脚门。我们大家都让这个名次给他给我们葬住了，葬在名次里头，是不是？大家不要只做这个名词，老三人度众生不拘敬教，什么书也不拿，他就是度众生，就叫你做人，管你哪个教门的，五大教都来，都让他做人，把人做真，你看他家好不好？都是在因果宇宙的循环，是不是？什么这个教那个教的，外国教外国人，他也是宇宙变现的。他也得做人，他不做人行吗？没有第二条道，是不是？大家不啊，我们就排斥这个名字，啊，一出这个门还叫老天。我告诉你，老天就是一个名，老天阿弥陀佛。你看，老天本来面目自性，啊，大我量心，这是几个五个，最后一句话都叫阿弥陀佛，啊。就是一个的，只不过层次不一样，说法不一样，大家要知道。都是让我们说，老子他也是找那个阿弥陀佛，知道人人都有阿弥陀佛回家。孔子他也知道，你看你孔子去见老子的回来的时候，他怎么不说呀？他的四大弟子问他，就说，问他说，孔子你回来了是不是啊？见到老子了吗？你看在座的有几个能打出来，是不是？这是一个玄机啊！孔子说我见到老子了，老子都跟你说什么了？老子长什么样？你看老，你看孔子怎么说，让我们回来我们就在说老子长啥样，长得可丑了，嗯，大
胡子小老头可老了，我们就得这么说，是不是？你看人家孔子就不是这么说，当时就把相破看破人生了，大千世界所有一切的相全是我们自心变现的，把这个相全推倒，我们就是一个。嗯，大家要知道一个叫什么，阿弥陀佛呗，自心变现的呗。像我们在座这些，一个妈生一个孩，一个人长一个模样，是不是模样不一样，自信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呀？可惜我们不知道啊，是不是？世间一切没有自信的变现，什么都不存在，宇宙不存在，地球人我一切都不存在，没有这自信啊，它是万能，就是他，大家都找的他，啊，那《西游记》里九九八十一集为什么要指唐僧游呢？他都指唐僧是指表，唐僧是大慈大悲，代表自性。现在也是天魔外道都想珍宝珍东西，可惜人得做到，做不到不是想不是得的，是不是？唐僧取完经回来就知道，这回走到路上他就能辨别妖和人，卸磨。他再不会上当了，他再不会叫药磨能吃了。没有大智慧，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天天叫药磨啃还不知道呢。三一药磨跟前点头哈腰给人磕头，给人愣了钱还叫人瞎家的了。可怜不可怜呢？太可怜了，是不是？不相信真理，好好做人吧。怎么迷人就是迷人啊，挑不出鱼来手心儿啊，三界也难挑啊，家庭也难挑啊，一步都迈不出去，一个生气就死在里头啊，能挑出去啊？你能阴影啊？是不是？好好做人嘛。太可怜，那时师傅看我就这么说，天天这么说，迷人就迷人。我说什么迷人就迷人？师傅现在知道了，我们是知面不知心呐，面也不知道啊，是不是？面相是心在眼边，心在眼，什么相？为什么让你把人做真？人做真，你猜你怎么？相随心转。是不是？我今天讲课，你看今天几天？四天了吧？是不是？头两天的课难讲，读的话，为什么？磁场不好。我们每一个人带了一些恨怨恼怒的怨气，啊，在这个场上一坐，完了以后讲课特别难讲，读的话，啊，那么今天比较顺了。顺了呢，因为你们心里头啊，心性啊都有点缝了，听明白了，心松了。有的人呢、啊、对妻子不好啊，还是妻子对丈夫不好啊，心里感觉的内疚了，我讲课了把他良心给他倒出来，不用你表达，你听明白了就行了，是不是？但你心里想，哎呀我对不起我婆婆，哎呀我对不起我丈夫，哎呀我这么爱心也没做到，你心最起码你承认自己错了，是不是？心松了，你们哥哥脸都好看了。你说相随心转，是不是？心自在，相就自在；心耐受，相就难看丑陋，是不是？那师傅或者有的女人上我家去，抹盐擦粉还带花，是不是？那你说那是九几年呢？是不是？他九一年归位，那不八几年、九几年嘛？有些人特别爱听师傅讲东西啊，讲这些真理啊。是不是一吵啊，哎呀，生气生火，恨人如骨，那个眼窝啊脸呐、啊、都发青，抹上那雪花膏啊，拌一块那个青地盖不上啊，是不是？
你看师傅说什么，把人做真呐，那香啊，草也好看，越草越舒适。人没做真呐，摸什么也不好看，活像那个花脸狼啊。你看这啊，人师傅啊，看透了我们人小迷人，成天为这一把的正忙活，为他吃，为他穿，为他戴，为他脏，死那个臭皮男孩，你不是罪人呐？是不是？为众生不为他打算，他还自在，他还太平，他还长寿，是不是？他会活的，绝对会活的，是不是？这样真是不可思议，一定要会活，得搞大智慧。啊，所以说这四天的课，今天呢、啊，这些人心里都有点缝了。虽然听懂没听懂，最起码知道自己错了，知道自己错在哪，知道自己以后应该怎么干。他是这样，所以大家心都松了，自在了。所以我讲课也好讲，要不毒死我。见到过点了。尊敬的各位师父，尊敬的各位长辈，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今天上午讲香烟录，主要题目是什么？破密。这个破密啊，这里头还带了一个不共仙家，这个大家要好听懂。老三人说，人密在什么上就受什么害。我们世间人呢，就是密呀、不密这上密那上，所以富的死在富上。你看为什么死在富上啊？有钱光去享受去了，去耗花去了。不是这里有一个消福消受啊，福禄寿全都消了，不懂。你看这里头诗人就是知道，你看我们诗人活在世上密人不贵的道上修行，主要原因就是要求大家把日子过好的目的就是求吃好穿好享受这是没有错的这是密这就是我们后天行人的想法。可是呢，这里头呢还有个天理的虚幻，天理的虚幻来早期那么这里头也很可怕。我们消福禄寿完以后因果现前，你看这里头啊，家家受的坎坷没有法解决。所以说这里头啊，贵死在贵上多庆的死在庆上，弄脱出来才算有道。这是老三人呐，看破人生，看破红尘，这个世界，这个家庭，每一个人究竟怎么弄好，单单要打破关，打破重害要害的关这些地方都是害我们的，害每一个人，害家庭，
黑社会，你看这就是主要的地方，我们要找到。那为什么要修要学呢？原因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说三人说，驮不出来就是秘人，看不破就是秘人。这个红尘里头的一关一关我们都看不破，是不是？所以三人说，人所互荒白柳，陪猫在家的那互荒，荒是荒仙儿啊，白是色啊，白柳是色，互仙荒仙危仙吃味啊，危仙色仙会迷人啊。我们人世上人都说呀，这些东西都会迷人的，实际不是他们迷我，是我们迷人家迷吗啊。但就不知道这里头为什么他们会迷我们，我们就迷他。你比如说啊，他们呢也是六道众生里的，他们也是我们人造的业续幻报，打到一个湖荒波柳黑猫呆甲的业身啊。就是那时候师父到我家的时候，我都听不懂，人就是人，狗就是狗，猫就是猫。他讲他俩四话我就听不懂。我们人就在这点啊，这相破不了。那么最后我家养狗啊，狗接物了，人家师父说，你看这个狗啊多可怜呐、啊。所以让我们生也要生存，你看人是每个人都有大慈大悲的心，你看让我们生出慈悲心，要认识他们是怎么造的业，是不是？是人造的业转到那个境界，生那样的果报啊。他说那你看多苦啊，一个人不好好做人，最后的下场就是这样啊，吃好喝好，最后不知道下场是啥样啊。贪嗔痴慢疑就是陪猫带假换啊，还有一个鱼翅包，就是这样。所以说师父就说，你看看他呀，造这个身子多可怜呐，但他什么都明白啊，真都明白。你家里头你家人修行磁场好，他也跟着修。我家养那个猫也是啊，他可能瞎崽子了，瞎崽子这年头也没人要我，那你怎么办呢？我也不在家，你说老猫带个这一帮小崽子，这一下五个九个八个七个那么瞎，你我两一年两窝，我也不在家啊。会就是啊，这猫崽子呀就给这个啊，就那看葛呀都给挠的呀，那家人也看不了怎么办，我就给送走啊，我送走了，送到我大伯嫂家，到他家他也不待，他不待，最后半个多月他又回来了。那我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呢？他我给他抱走的时候都给他脸都给他蒙上，不让他找到啊，三四里地能找到家吗？他就找，他一天都没在他家待，他说我不跟他家待。我说那为什么不待呀？他说在他家待着死了被死，上你跟前死了我能解脱。那你看看实际我们看大经典呐、啊，就是这些动物啊一步一步的表演给我看，真就是贪婪死化，全是我们自己造化的。无世界的父母，无世界的儿女，哪是就在做就啊、能解决我们这个家庭面积太小了，是不是？我们生儿死死儿生，父母有多少，是不是？儿女有多少，我们想心量太小，就想自己一个小家庭，要心抱太虚，两走杀戒啊！天下是一家，天下是一个啊！天下都是一奶同胞，为什么人家觉悟人看天下人都是平等众生啊？没有毛病，我们是后天心的，勾心斗角，他好他不好。什么叫好？有利就好，没利就不好。我们这私心嘛。所以一定要听明白这个道理。三人给我们破密啊，因为他们也是人转的，人转的有正念的他也在修，他知道了我造业了，横骨插嗓的坏。什么叫横骨插嗓？不会说话呀，是不是？
人家给好吃的就给好吃的，人家一天不给你吃就饿了，他也不会损坏。啊，我们要是有刺猬心养猫养狗的，就告啊，就可怜他。你看这一天没喂他，炖的都得给他点好的吃。那有的家就补了，拼叫那个猫狗啊，他也有拼贱命。有福报的人呢、啊，那狗啊，到人家，人家对的可好了。没有福报的狗啊，到人家我也看到了，搞个舔脸酸的，冬天冻得特冷啊，冻得1.5米呢、啊，连个窝也没有啊，啊，冻得高过了，都不掐掐的，也不给它饭吃，受过报，这也给它孝业。但是贫穷包吧，多可怜呢，是不是？但要我们人要这样，我们就会说话了。你对我不好，你对我不好，他们就不会说，他们就受这样的业报，孝业。我们的中医神他是不死的，啊，从哪扔了，在这个桥里又上那个桥，啊，这个桥用了遇到什么猫的桥胎、狗的胎、牛的胎、马的胎。啊，完了最后呢，你再不请假，贪婪死化，贪婪死化就是那个蚂蚁里的哈，啊，它的超市图里头，你让你想想，所以说就是啊，实际都是一体的，都是自己造的，但他们啊明白了，虽然造那么个身的陪猫带甲，死后他有灵性，他知道了自己受过报，那么他们就在借着天地的阳气啊，也开始修炼，修一点灵光着急转阴身。因为我们是三阶，他是两阶，转阴身他也知道啊，要回到那个无极圈的去啊，不再受这果报了。可是我们人不知道啊，他找人干啥呢？找人呢跟你有善缘呢，找你呀、啊、做点功德，扶在你体上做点功德。他这人不知道，那他当摇钱树了，挣钱多了，他的道行多了，你做人的道行，以多千丈造大业，是不是？现在世间人都拿他挣钱嘛，没有瞎人往家抢往身上上啊，上的干啥？挣钱嘛，给一看病嘛，挣钱嘛，你不知道造业。在那个啊，1990年呐、啊，那1988年往前，有的人专门往家请仙，请仙干什么？要附体呀、啊，看病啊，挣钱呐、啊。有的家都造墨了，不是他的东西。大家要知道，我要把这仙好好讲讲。仙是家家都有，人人都有。怎么来的？它是有根源的，就是你在人为人的时候啊，你爱护这些动物啊，它死以后，那么它就永远报恩，他们报恩就是一年啊，就是报恩。但是你伤害它，它也是报仇，就一年，就是你家福里头，比如说我们家福伤害了黑猫带甲、狐狸了、荒家了、仓家了，是不是？那么我们家福害他的时候，那么他就是生生世世在你家福害你儿孙，代代害。有的人不知道勾仙保家，你以为那仙都保你家呀，是不是？他说你要是我们家老祖宗善待他，他呀被人家打了，在山上甚至人下家都把他夹了，我们家老祖宗上山了碰到他了，给他截下来了，拿夹子给他包了，完了以后把伤养好，再给放到山上，他就死后永远都不忘你，他就是保家的，生生世世的保你家。他是这样，大家要知道，他们报恩就一个念，他们报仇也就一个念，但是他们真报恩，不像人呢、啊，给多大的好处，报一会儿就翻脸了。什么陪猫带甲都可交，就是人不可交。人不可交，所有这些业，什么地狱业，什么陪猫带甲业，全是做人造的，都是在人界造的啊，就是这么造上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所受的，
原成书了所说的，但这些什么东西都能空，唯有什么不空啊？造的业力不空。受呗，我们现在转人了啊，比他们强百倍，可是又一件受我报，谁让谁舒服了，谁舒服了，世间不分富贵都不自在啊。所以老三人看破人生，所以说这个家里头，我们家里不明白哈，恭喜有家福保家贤，又是什么出马趟的，但是我们还有自身的贤，自身贤就是你把这贤，把这贤是怎么来的，是你这个人儿活的时候你爱戴他们救他们，所以他生死是跟着你啊。那么你害他也是一理跟家父一样，老祖宗伤害和救他们生生死死在你家门府，他绝对不会上别人家府啊。但是你自身害的也是一理啊，我这个人今天害了裴茂代家，是不是死后他永远跟着你，跟着你外以后啊，生生死死报复啊，你成全生生死死保你家，他是这样的。我们的姻缘跟他结善缘恶缘就这么赶到了，大家不懂不知道我都给他研究透，是不是？所以说就因此这样，有的人就说了，我家有仙不供往外送啊，让你大仙给看，大仙说你把你家的仙送出来就好了。我告诉你送哪儿啊，有的人说往庙上送，往哪儿送也没有用，是你造的业，他跟你结的恶缘，他跟任何人没关系，送不出去，送不出去，你就把那香了碗拿到哪，他也在你家，他跟你有关系。为什么这里又提出一个是什么？外缘放下，放下正是没放下，没放下才是放下了。这句话颠倒颠倒，啊。颠倒颠倒，这句话是一块道，是一个玄机语，你把它颠倒明白能明白好多事儿。师父说哈，放下是心放下，心不动乐呵呵的，你这一把那就是一个工具，而不是说是让你放下。现在人放下了，我信佛了，放下什么了，什么家里人自个人我都不管了，甚至逃避啊，逃避是什么？跑的，再不就出家，再不就上那儿，再不就把丈夫送出去，儿女送出去，自己清修。为什么老三人要告诉我们论昌圆满无累赘呢？得换完了，你张妈你不换呢，是不是？现在就是放下，是叫什么放下？把家人都放下不管了，你错了，大错特错。放下是心放下，心放下乐呵的不管别人，就管自己，把自己转好了做好了，家人自然就好，是不是？这叫心不动。可是人没听懂啊，但你没放下，但你没放下你就沾啊，你这次儿女不好你恨得如骨，来世袁成书又来了给你当儿子，丈夫不好你恨他如骨，丈夫好你喜欢的如骨啊，你放不下，你爱到极点来世还来，恨到极点来世还来，手足亲父母都一样，叫你不沾不染，谁也不恨，乐呵了。我们就是一个服务员，伺候家人服务员，伺候外人也是服务员，就是乐呵了，一命一脏不动心，这就叫外缘放下啊。放不下你就沾，是不是？我们呢这配帽带甲的这些东西他来找你，他在你家了，真有的配帽带甲为什么要扶他提啊？那是在七几年我听说过有一家特别穷，他家穷的不得了，仙家出来慈悲心，他说你家呀买米买面都没有，丈夫在炕上躺着都有病啊，没有人可怜，因为你没种三年嘛，时间没有人可怜你嘛。那仙家心疼他，仙家说啥呢，你呀就领着我吧，我最起码呀能给你挣点吸烟都酱钱，多了你不能挣，多了挣了挣你多了我的道行嘛，我保你能生存啊，完了你呢待着我做功德
啊，你做十分功德，你占七分，他占三分，为什么他接他的功，接他的体呀、啊？仙家是这样的就来做的，结果现在人把他当了摇钱树了，越做心里就野了。现在有人看病，你看你不用憋的，一走大门口就仙家就说。俺们都知道你来了，该拿啥不拿啥，兜里揣的钱都不给俺、啊、不给你看了。你说那是仙家吗？那是人呢？啊，那仙家有正念啊，他想做的，他想做的你这家人，他把这家人都做好了，是不是？他功德无量。可惜呀、啊，你这人不行啊！你这人吧，拿他当摇钱树了，堕了他的道行，堕了自己的人格，是不是？现在可倒好，我们这天使，啊，到附体、仙附体，你看在我跟前有很多人，哎呀，不得了了，是嘚瑟，孙姐呀，我不行了，我怎么的了？哎呀，我要领马领出马趟的，我不领就不行了。我说谁让你领啊？他说人家都说了，给我按个出马汤的，我就出马了。我这出马可灵了。我说什么灵啊？要我看都是草包，啥也不是灵，他也是白吃白喝的东西。我他那么有道行，不上深山老林去修炮，你身上待着啊？完了，他最后说：“孙姐，那你说我怎么办？侥幸化性，把人做人，立志纳德，回家把现场一撤。”搞一边报他是赖报恩的，用不着你供报恩的，怎么的了？只要你做人，他就跟着他就保家，是不是？他特别乐呵，为什么？你做得有他份，那他咋做呀？他是挣了片的力量，他在边上，比如说今天家来小偷，他有力量就把这个人给打走了，是不是啊？他给他捆走，甚至他扑了个人来给捂了走，这就是无命德，我们人也不知道，是不是？天知道，良心知道，他就起这一点作用。甚至你家孩子掉坑里，他不让掉坑里，他就能做到这一点的力量。但是我们的业力他是解决不了，我们的因果必须得做人，他就能帮助这一点力量，帮助你家护着家看家，就这点功德他借你光。但你这人得做善呢，你这人不做善不结果，共业你搞乐辉，他跟搞乐辉，不管三个人永远跟着你，生生世世多世多界都跟着你，大家能够听懂啊？你人没做到，生儿女都不接光，你想想他跟着你保你，他保你能接光吗？因为你这个人啥也不干，没立功吗？要有的家有的仙就说了啊，有的人说呀、啊，你老师啊，你说他家那仙怎么给他家人往地狱捞呢？有一个得那是胰腺癌哈，我说那你问问他呗，你为什么往地狱捞啊？他家挣好几百万，他说了啊，我保他家，他家挣钱发家，可是他挣了钱吃喝嫖赌啥都干，我们什么也没捞着，不往地狱捞，往哪捞啊？你做人为众生，那得那质量，他护持你不败护持，激光激光，你蹭佛他蹭佛，你转人他转人，他跟着你是一个境界。你啥也不干，现在人就想摇钱树保你家发家，你要知道最后他比你还厉害，你不死他都叫你死，你不下地狱他都叫你下，是不是？仙家是怎么的？黑猫在家抱怨的人家就来报仇，带带报啊，感恩的带带感，保你家福带带感。那你说这个东西能生出去吗？就像你丈夫儿女，你放不下，你恨他也好爱他也好，那乐辉永远都是你这个家庭这一盘棋，他也是这么样，也是这一理的，是不是？那你不做人，他感恩的，那么他就生生世世跟着你搞乐辉，你搞乐辉他也搞，是不是？那么他报仇得生生世世来报仇。你说你供他，你供不供他都没有用，报恩的不用供他也保家啊，就是那个报仇的供不供都没有用啊。你猜怎么的？就是报仇不报仇，报恩的他喜气中。为什么我们要远离他？因为他黑猫在家鱼翅膀，
你看鱼翅包，鱼翅包转的这个胚猫来讲，那么它的鱼翅啊，鱼翅到极点，我们自己的喜气都去不掉。你说我们在吃喝嫖赌感召这些，再是你家里挣的这些人，他不跟你跟谁呀、啊？是不是？所以师父说一定要远离他，他就再灵啊，他那一点灵光无处用，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我们人，我们不必要去靠他，是不是？但是应该怎么办？应该好好做人。可是有一件，你要不做人，他在家起什么作用？你高兴他就高兴，你吃喝他就吃喝，你玩耍他就玩耍，是不是？他就是这样，你家打仗他跟着搅。你说我们人都稀里糊涂的听课，今天都五天了，能不能听懂啊？他们都能听懂啊，是吧？为什么我们都五天了也听不懂？无时间愚痴嘛，在这个贪婪死化的刀中里头，我们都待过。现在原证书了，夜报收完了，又回来做人，不告诉你人生难得吗？人生难得，中华难透，命时难遇，正法难遇。你要真干嘛，不就回家了吗？他们都解脱，跟你报仇的报怨的一切全都解脱，儿女丈夫父母全都是一理的。那么我们不干，我们不真干，那就生生世世这一坨了，你造这些恶业永远跟你搞轮回，般配的你能幸福啊？啊，现在有的人啊，这个因果现前，你看看什么样都有，岁数大岁数小的，以前的时间给我们表演给我们看，是不是？所以说师父告诉我一定要远离皮毛代价，他就是再灵他也整不了自己，也拯救不了人类，什么都拯救不了，唯有人能拯救世间的一切苦厄。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下生就说，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我为尊，指的什么？说我们的自信，人人把自信找到，世间的一切苦厄全都解决。老三人说，你们的病我全会治。你看看阿弥陀佛说，你们的病我全会治，大家悟一悟。老三人说，你们的病我全会治，大家合计合计看一看，阿弥陀佛是谁？是我们自性。老三人说，你们的病我全会治，还是阿弥陀佛告诉我们，是吗？告诉我们把人做正，自己的病自己解决，自己的刀自己疤能学，是不是？我们横生的人呢，自己刀自己疤学不了，是不是？那刀疤你自个能学吗？那菜刀接头是铁，这么拉手疤它能构造吗？这就证明我们横生的人密人自己学不了自己疤，但是你修行啊，解到大乘法把人做正，自己的造的业解铃还得系铃人，自己造业自己了。为什么自己了？良心账，特别良心账，生生世世大逆不孝。我们在座的包括我都是一理，不然的话早都回家，我们还得这个受果报吗？是不是？我们就不会在这受果报了。所以生生世世我们都不报恩呢，啊，什么恩都不报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这块这个天使更难修了，有吃有穿有喝的，又想什么？想享受啊！一出门看看人家高楼大厦，我怎么不如呢？啊，福报是不是？你得知道我们不去攀比，明白了就不攀比，就做人。现在还有的人呢，我不想活，马上就想往生，哪有那好事啊？你这个第一个你就是大错特错。为什么？你的无论葬马的道还没换完，人还没做到，你能回家呀？是不是？想好事呢，造恶业无时间，一点没收磨呢，一个连道都得磨了了，最后他才能成才。你一点都没收磨呢，就想坐莲花回家呀？哪有那好事啊？那仙家比你厉害，他咋没回去呢？是不是？他咋没做到？他附你体的，叫你干啥你就干啥。你说我们人就不悟道？那人附体了，叫你干啥你就干啥，一个人都失去理智，不会说话。
你说那仙家道行啊，啊，人生的道行比他高多少倍啊，他们的道行没有人生啊，因这个得这个人字这个道行高。那么你找仙家看病，你到仙家跟前去啊，那仙家都说呀，他嘲笑我们人，说啥呢，你不知道吧，你看他咋说啊，爷爷来求孙子，给孙子磕头来了。爷爷本来自个能解决自己问题，完了还来求我们，这不叫蜜吗？蜜仙吗？蜜人家吗？是不是？到人家说我身边的人哈，到我跟前来，我就说你回家把仙家一撤，什么出马汤？他说那俺家是老出马汤的，有奶奶有爷爷，管他是谁呢，劝撤。圣贤的境界不要，佛的境界不要，去要仙家的境界，傻不傻呀？听他摆弄啊！所以说人没有正念呐，先站在你腔里说了算，让你咋地就咋地，是不是啊？你说这人哈，黑猫戴甲钻你腔里头给你做主，这人还乐得够呛啊，觉得你看看仙家的人出马的人啊，他家最后哪家好了，最后的结果很残忍啊，很残忍，真残忍啊。你有慈悲心，你可怜他啊，你作得他接光，他保不保你家你别管，报恩的你也别管，报仇的也别管，就讲做你人。到最后呢，你把人做成这块德，能给他们感化了，报恩的也借你光，他该转人转人，该转呢佛就转佛啊，报仇的呢给他变成了正伤缘。你为什么让你远离这些黑猫戴甲呢？他小脸呢，人都小脸呢，你说你转黑猫戴甲你不也小脸呢，是不是？人家说一个好你就爱听，你说一个不好你就不愿意听。所以我们实验转人生到我们身上，黑猫戴甲的喜气累累在那过过吗，是不是？鱼池报吗，在我们身上吗？要我说讲这么多天的课还听不懂，为什么人有立根的人一听就懂嘛，是不是？你那个谁那个啊，就是六祖慧能嘛，是不是？人就听着也还有净土啊，也还有个真正的家呀。就一句话，我们这天天讲天天讲弟子规学佛学，最后还是啥不懂。你说我们就配一个眼皮，跟那黑猫大家有什么区别？人家这么一听就懂，我们人为什么听不懂？就是在那里头觉悟的人都回家了，就剩我们这些在后边打狼呢，什么是能打明白呀，是不是？嗯，所以没办法，老三爷溜条路来掰拨半线的讲啊啊，谁听明白谁回家，听不明白没办法了，是不是？黑猫戴甲他们都练练，还他要转人呢，我们人造的业最后造到黑猫戴甲，他知道了造业了，人都受果报才知道。我们在做的不也是家里没有，那你跑这来做的，你是不是受不了了啊？外边跳舞多好，修仙节多美，绿花，现在的绿花环境这么好，跑这来做的干啥？又热又憋的慌，是不是啊？是不是还是你有难了？你没有难，你搁这蹲着听啊？我们跟他们是一理的，他们清醒的时候也是，造上黑猫戴甲也开始了秀自己了啊，秀自己要转人，转人要成佛，他是一理的。所以说我们得个人生一定要珍惜呀，别小看自己啊，我们能成僧能成仙嘛，又能成佛嘛，这是宇宙的高层次的名次，并不是说哪个人的佛。成仙我们在座人也有资格，成佛人也有资格，都有慈悲心，把慈悲心拿出来究竟不就是佛菩萨吗，是不是？但是要以
前你把人做到他们不管你到你家是报仇的啊，是报恩的，全都跟你结果，甚至你家养的鸡呀、啊、我狗都跟你结果，甚至你住那一方昆虫草木这树都跟你结果，你就这么好，你说还用可那跑吗？把人捉正捉在炕头就能苍蝇追不得，那人捉不到跑到哪也被跑，没有用，是不是？必须做人，这叫天理的虚幻，天理虚幻是自然的虚幻，谁能更改？我们听大德的话就能更改，你不听话你就更改不了。世间有什么？我能破因果，我能给你解灾，我能给你笑话，全都是骗人的啊，全都骗人的，谁能给你解决啊？不管他怎么弄呗，最后开飞翔，等他自身因果现前前，看谁救他，是不是？看谁救他。等因果，你就是你说你能给你破因果，是不是？等到你因果现前前，我看谁救你？你叫阿弥陀佛来救你，晚了谁也救不了你，谁能救你啊？是不是？骗人就是骗己，就是做人。我从这里头方方面面我得研究大仙到底咋回事，在我身边的人哈、啊、都要去找人出马，还上我家去，你们也看了，就差没跳了，嘚瑟嘚瑟的，是不是？我嘚瑟啥？我说你赶紧做人吧，挣点力气，我看你都是草包鞋没有药啊，你把回家把你的汤子一撤，他不再有空间，就在你家，哪儿也别收，你造的善缘恶缘送给谁呀？就你生的孩子不好你送给谁，是不是？就现在有的人看着孩子生的不缺儿和哈，就都扔了，你扔了急生找不到，你来死还找你，现在有很多人生的孩子不缺儿和全都扔了，不乐呵送都扔了，你扔吗？那好，那你就扔了吧，急生扔来死还找，来死再扔还找啊，一辈不如一辈，一代不如一代，你看看能发生因果吗？你造的业你不了，你造的业我代替不了啊，任何人代替不了，你大家要知道。但是你母亲儿女要做这就可以得父母那个结果那孝业，但父母身上的因果还得自己去还啊，那佛释迦牟尼佛相当年那太子出去找到真法了啊，自己得到不回家督的国王啊父母啊家眷呢、啊、不还告他们自己干吗？人家都回去了，是不是？他会怎么 把他家因果都带走呢？解铃还得系铃呢啊，还得你自己去，你傻人得你去忏悔啊啊，阳间也是啊，你把人杀了你得去替偿命啊，那么你在阳间杀害的人法律不知道，那么赖死就是你的儿孙受吧，就是你受吧、嗯、所以你的相信这些特厉害，这些陪毛代价啊，他们的能钻我们枪，所以一个人没有正念，谁都随时随地站到你家里，苍蝇死了灵魂都能坐在你枪里摆弄你，叫你该啥就该啥。我们人没有正念，这就是后天心没正念。我们在家庭里头成天过日，俩眼看也不对，你回家你再试一试啊，你要是这一早上起来不随心了，这一家人都跟你不随心，越看越恨，越恨越生气，越生气越恨，你说我不想生了，不想生都不行，跟那个冤鬼招家去了，嗯，没事都找事儿啊，那不你敢招猫吃碗招苍蝇吗？那师傅打比方说，一盆的水往那一搁，清水苍蝇落上都不去，那蛆来了它也不去，蛆一会儿就走，没东咋子呀？猫食碗往那一搁又生蛆，苍蝇也跟那咋子，有东吃啊，就证明我们的性不干净，心不净，所以说就造了外界那些啊陪猫带甲，还有一些冤鬼啊不平衡的鬼，全叫我们招来家，是不是？啊，大道傻人，我们人做真了，把这无形众生都解决了，你这一方打仗的都少了，打架的也少，
你看，要不你这一方打仗的，啊，刹那间拉到同事人了，那是他相同的，他也不相同，就在你这些怨气儿，那鬼就附体了。你不同都得捅，眼珠动了就捅，不同时你不解恨，捅完了就傻眼了，他就得瑟了，捅完了那鬼就离开了，就你就闲也行了，是不是这样啊？啊，现在人都是一样，傻完以后他都后悔。原因是啥呢？没有正念感召的不正念的东西住的你啊，不傻都得傻。所以说这个仙家师傅一概嘱咐我不要供他啊，但是他不再有空间，但是你修行他特别欢喜，他就拼命帮助你，他能有多大力量使多大力量护持家啊，你就不用你管了啊。从师傅给我讲完以后哈，我家那个他说他家有保家仙，我说什么保家仙呢？他我的父母啥也不信，他说他家有保家仙，他就供我。那你越供你供呗，等我明白那天我全都给他撤了。什么保家仙？保家家里还倒霉，我倒不信呢。这些配帽戴甲的跟你一样，你生气他生气，你做他做，你吃喝他吃喝，你嫖赌他也嫖。没正念吗？啊，你这个人有什么喜气就感到什么仙家在家里头啊，你家都给你家左败了，是不是家左的不像样？现在我有好多人跟我说俺们家仙堂一撤，俺家可清静了。他说他家可清，当然清静了，你不管他，从此以后忘了他啊，你别忘谁，你别忘做圣仙人呢，是不是做圣仙呢？啊，做人呢，圣仙谁来保你啊？都是圣佛三世诸佛来扶持你，血谁的磁场就到。那你看什么叫法轮常转呢？那你成天跟鬼打交道，生气生火，披毛戴甲打交道，你家还能感到法轮常转呢？那佛祖都老远的，那个三世诸佛圣仙人都老远老远的，不会跟着你的。那圣仙啊，圣仙的人的境界磁场都是次三的，他跟披毛戴甲都远离啊。你成天供那些，哎呀，你说麻不麻烦？一天供的佛堂，供的仙堂，供的老祖宗堂，老祖宗用你供啊？把人作证就救了他们啊。有的人呐，把那个老祖堂写在家里头，我们那块就有老太太开眼了，开眼了写他家两个大堂了，他闺女也学佛，回家送他妈去，80多岁了，一进门倒地下，怎么倒地呀？承受不了了。那老太太身上有点德啊，能辅助啊，看见一个娘家的烟魂写上，婆家的烟魂一个汤的，娘家他一个汤的，阴麻一个汤的，仙家一个汤的，三个大汤在家里。家里有一个鬼都做翻了，供了满堂的烟魂呐。那他媳妇儿，他那姑娘说不行了，不行了，这屋都进不去了。那老太太跟那个鬼都说话，啊，上市场了，我要走了，你们跟家待着去了。回来了，跟那个鬼打茶馆号，我回来了，那都是俺爹、俺爷、俺老太爷的，俺们家的老祖宗都写上了。你不修行跟那些鬼弄来家怎么办呢？那磁场啊，是不是？最后他家姑娘回来承受不了，去找我们，我们说我们也没办法。他妈成天就跟他唠嗑，就跟那些仙家唠嗑。后来我说那么的吧，那个你回家都撤了吧，撤了完以后让你妈好好的救心念佛做人吧，把念头转过来就好了，就跟他们没关系了。他说那还了得了，妈那都是人家的伙伴了，他自己在家了，俺们不回来，他就跟他作伴了，成天唠嗑，一整上那嘎给人对话去了。你说看着巴拉眼有用吗？啊，一点用都没有，不做人呢，感召这些。后来我说那你得跟你妈商量，但那你妈也往生不了啊，是不是？不但不往生，那家里感召些鬼那是祸分秋的呀，你是不是？后来他就把他妈找去了，找去完了以后他妈不干，
不行啊，这都是啊我写的汤的，仙家也是我写的啊，烟灰也是俺们家的啊，娘家的烟灰，婆家的烟灰，你怎么说说都不听，他姑娘就哭。后来我就生出真知慧来哄他，我说婶儿啊，我问你一句话，你爱不爱戴你这些儿孙呢？爱戴，我说爱戴你儿孙，你称尊佛多好啊，佛能拯救你的家族啊。我说那你这个阎王他拯不了你家族啊，你把儿孙都祸祸了，你知不知道啊？是吗？我是啊，我就给他讲啊讲啊，听明白？那你说怎么办呢？我说撤了呗，那掉送掉就完事儿了呗。他那我怎么办呢？我说你教心化心做人呢，蹭佛呀，你姑娘不让你上净土吗？是不是啊？心思心思那行，同意了。我就告诉他姑娘回家撤掉，点到一烧，什么怕鬼的了，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是人有正念，怕鬼。师父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呀，串正法的人难串呐，出头脸的得现了。